能用心去听自然的声音吗？从静静去体会身体的脉动吗？社会大学自然系为您开启自然之门，让您面对镜中的自我、心中的自我、天地中的自我。社会大学生活中医实习系，听闻在哪儿，听在听，人口八十年代，这个声音像是电波音，那录音机里面是电波音，这个录音机是三十多年的机器人更换过圈圈，声音有时候太小，我这样录电波。